好的。 灯光闪烁，现在大幕已经拉开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架飞机就是 AG600，它背后的条幅也正飞机。我们这是野机了，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特别清晰的看出它体型的巨大。那么，现比较多或者海域比较多的国家都能够看到。 好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从侧面，我们看到了AG600的机翼部分，它的机翼非常的长，它的翼展也是非常的大。这个翼展应该是比正常的我们看到的平常的喷气式客机还要长，它将近39米，达到了38.8米。那么特别有特点的就是它左右两边各挂了一个这个浮筒，这也是在形架上是占满了。 在过去的7年中，因为水旁的这个大起落架，这个大起落架要比一般的，不管是民航客机还是一般的军机来说，这都是非常长，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款起落架，因为它要在水面降落，所以这款起落架是可以收起来，而且收拢到这个机体内部的。据说这个起落架也是借突破性的这样的进展。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AG600飞机背后的这飞机特别多采用的这样一个设计。据说 AG600主要是为我国的这个消防和海上救援等等这样的需求而设计的。